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axHunter 大设计。对于机器人来说，举起几百上千斤的重物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但是让这些大力士去绣花可真是要难倒它。为了让机器人粗活细活都能干，美国 Sarco 公司就打造出一款不挑活的巨型机器人 Guardian GT。 这个堪比大力士的机器人搞不好还能绣绣花。其实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一款巨型机器人，但是当时它仅仅是一个可以提重物的大力士。升级版的 Guardian GT 力大如牛，同时还能拥有超高的精度以及灵活性。在佩戴上双目摄像头以及 VR 系统后，操作者就能身临其境地操作该机器人，通过手势识别系统就可以让它跟着你的动作进行作业。该协作机器人有着一双两米多长的机械手臂，灵活程度简直叫人震撼，运作起来没有丝毫的机械感，还流畅精准的仿佛就是人的手臂在操作，可以娴熟的操作细小脆弱的物件，又能毫无压力的提起500公斤重的铁管，握拳、抬手、伸展等多种动作更是难不倒它。为了让操作人员全程可以感受到力量和触感，研究人员还为其配备了力量反馈系统。当机械手指触碰到物品的时候，操作者就能立刻感应到，而且通过降低力度和速度以防止损坏物品。不过你可别担心它提重物的时候会把你累倒，就算机器人拿1000斤的重物，反馈到你手上的力量也只有5斤。干得了重活又拿得下精细的活， Guardian GT 可以处理的任务基本上是数不胜数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Circus Robotics， 由 MaxHunt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Hunter 创意公园。